挑战连任成功，民进党高雄市议员郑梦入25号格纹大衣搭配衬衫长裙，每每到议会宣誓就职。事后他抛出这张照片，引发支持者热烈讨论。原来是4年前、4年后对比。2018年的郑梦入，当时还是5L size的棉花糖女孩。2022年瘦到穿 M 号，差了30公斤。议员同事还有助理就发现说。我4年前的就职照片跟现在真的差很多。个人觉得说，其实没有差很多啊，就只是从宽的变成那个长方形。2018年选上议员之后，因为身材被攻击，郑梦入下定决心运动为主，饮食为辅，坚持瘦身计划，只花1年就减了30公斤，至今仍维持运动习惯，1周3次，1次1个小时，还吸引不肖业者盗用瘦身前后照片卖减肥产品。同样瘦了一大圈的还有无党籍的高雄市议员黄杰，选举选到瘦了10公斤，但跟郑梦入一样也被人盗图做减肥广告。再次的澄清说，我绝对没有使用这样的产品，在选举过程中的这样的操劳然后瘦下来的。白眼女神黄杰瘦出瓜子脸，小蛮腰，穿搭也都更合身。而在新北市也有国民党女议员就职典礼大秀身材，前议长刘秉伟的女儿刘美芳特地穿大身 V 透视长礼服来宣誓，让男同事不敢乱看。议员就职大日子，外形靓丽的女议员怎么穿也备受瞩目。镜新闻林一清、杜颖杰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